这深夜吃瓜，声明看不懂啊，能不能换种方式啊？把它唱出来，会不会好理解一点？试一下。你 feel me？ 这依然是特别浪漫有团队的郑爽。我一点也不逃避我说过的话，第一时间我否认一切。我一点也不逃避我说过的话，做一切努力来结束这一切。我没想过他出轨了，我该怎么办？9/7/2019下飞机，按部就班完成工作，晚上眼泪和忏悔，我没有说任何事情。第二天他甚至还在问我的团队，我的活动还有没有给他准备，让团队也是为之一惊。我没把不会的事情发酵，也只想冷静解决，包括未来，包括我们之间借款。可我一个人在国外控制不住事情发展，赶快回国处理公司的事情。先略，后面有了很爸妈来找我爸妈赔礼道歉，我就是哭以及一些抱怨，出现了你们听到的录音，从晚上到凌晨完成版本6小时，谁家女儿谁心疼。我爸妈只希望我能不要哭了，赶快睡一觉，老爸说钱大要就给他吧，不重要。爸爸说大哥没事，你想开就心别钻，我真是大傻丫头，一切要我家人承担。爸妈很抱歉不让你们发言，到现在用我的言语都有可能成为满意的料，但我还特地转交了张恒的护照。可第二天公司财务以各种理由不在，400万逐渐消耗监控的账目，我却只能召集垫付的房主，都没有能力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。开始觉得事情并不简单，需要帮助，以及孩子应该如何解决。哦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好像没什么区别。